好，那这一道题目的话，就是问卷调查。那当然呢，这个是针对呢，就是你将来，当然很多时候你要知道说，到底比如说像一个杂志，到底它的主要的族群在哪里？一个杂志，当然你如果不知道说自己阅读的读者在哪一个，比如说性别、年龄等等的，就教育程度的，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去做。比较好的去行销啦，比如说你要找这个群众的话，找那个阅读的读者的话，那当然你就势必要先知道这些相关讯息。所以呢，像这个问卷呢，基本上它里面总共有多少？总共150份。那150份问卷里面你看，问卷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都是编号啦。那所以上个礼拜其实主要是什么？如何快速的把这些编号把它变成实际上应该你看得懂的这个相关的讯息，那我们其实是做了几件事情呢？我们首先当然我先把它放大一下，OK 哈。那当然呢，这个是最后看到的结果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希望呢，能够把什么把每个编号，然后变成什么，变成你看得懂的，实际上的这个资料。如果你没办法做这个动作的话，那当然后面你要做，你第一个，你看这个资料就会不知道说到底这是什么。不过，这个地方当然有清单啦，你可以通过清单去做一个对应关系，比如 A1 它是什么，A2 是什么。不过呢，当然你不可能说你每次啊，你光要看这个我知道 A1 是男生，A2 是女生，那年龄的话你可能要再切过来哦，年龄 B2 的话是16到30。好，那 B1 是15岁以下，以此类推，那这样当然很不方便，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其实主要是做了第一件事情，如何把这些编号全部通通都变成什么？通通都变成那个这个我们看得懂的，这个讯息，那 OK 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了？就是在上个礼拜的重点基本上，有几个，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利用 VLOOK 函数？所以这个公式里面你会发现，第一个是 VLOOK 函数，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去查什么清单，所以这个清单的话，性别的话，性别有个清单，那我们实际上呢是利用有个定义名称的方式，当然本来我们这个地方是用那个性别直接去找清单的那可是呢，如果每一个都要一个个慢慢做的话，那势必呢总共有14个栏位。变成你要做14次了，所以上次好像我们第一次是先在这边产生一个一样的，这个工作表，比如把这个问卷调查复制过来，第一步嘛，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把性别以下的这个资料呢，通通删掉，所以你用快速键 Ctrl Shift 向右，再向下，然后 Delete 掉，OK。那第三个的话，当然利用什么插入函数啦。我们是用插入函数去查。那查的话，基本上呢，就用那个叫查阅与参照里面的 VLOOK 函数，这个蛮常用到的。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要查真的很不方便。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那你要查询的其实就前面这个表了。所以其实就有点像对照，前面是编号查帮我查这一个 B2 的什么呢？去查什么？查性别。那当然呢，我们之前。也上个礼拜已经有定义好名称，你按 F3，它就会跳出那个清单对照表。那其中的话有一个是性别，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这个性别就出来了。那当然了，如果你不知道说这个性别到底它内容是长怎么样其实有几个地方可以观察。第一个的话，其实你可以看这个地方大刮胡，请问一般大刮胡它。这个地方也会列示，不过它列示的方式是类似像，其实它应该是长这样了可是它经过这个大刮胡，其实就走了阵列。那阵列的话呢，当然第一笔资料中间会加逗点。那如果第二笔资料的话呢，它中间是加分号。所以如果你假设了哦，看如果你假设能够习惯看这个，你就不需要再知道说这个表格这样。其实看右边这个讯息，你大概就足够去判断左边这个表格。OK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查什么？查前面的这个，然后把后面的资料带回来。那以这个表格来看的话，这是第一栏，这是第二栏。栏的话是纵向的。那所以呢，他问你说你要带回来哪一栏？那我们就带回来第二栏，就输入二。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就输入零就可以了。所以后面其实就有点像把那个相关的问题填上去。第二、第不要 ，OK。然后呢，我们就实际上一个性别就查完了。那其他当然你可以再利用同样的方法，把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等的，全部都把它做完。可是上个礼拜是，如果你假设了哈，所以第二个衍生性的问题，如果你不希望说，你要做14次的话，那实际上哦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这个性有没有？因为上面的名称你会发现哦，因为它这边有一个，观察的结果了，这个名称跟上面的栏位名称哈、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假设你希望利用上面栏位名称，把它转换成清单的那个表格的话，那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个函数，那个函数叫什么？叫 indirect 啊。其实那你可以在这边，比如说你要把年龄这个清单带回来的话，你可以用 indirect， 在也是一样查阅与参照里面的这个 indirect 啊，这边 I 开头的啊 indirect 这个函数。那这个函数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你只要跟他讲说，你要把什么清单带回来，他会帮你把那个清单给整个带回来。可是你需要给他一个文字。那因为刚好这个文字啊，假如说刚好就是在上面这个名称的话，你就把这个名称给他，他就会帮你把那个清单带过来。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按确定，然后这边有一个，你的那个清单的名称叫什么？叫年龄。好，比如我给这个年龄，你按确定的话，他会帮你把什么？帮你把那个年龄的部分直接整个清单就带过来了。那其实所以其实我们主要上个礼拜就是，再利用 indirect 这个函数的特性，然后把它怎么样？把这边改一下，改哪里呢？改这个名称性别，因为如果你假设每一次都要做14次啦，因为后面总共还有14个栏位需要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加快的话，其实可以针对刚刚这个公式的 table array 这个地方呢做一个修改，也就是改成什么？改成用 indirect， 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们上礼拜就是这个地方。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好了。所以你修改的方法就是这个地方把它 delete 掉，好，然后你可以移，因为它现在会切过来，所以你把它再移到上面，它又切回来了，好，然后呢，给它一个那个刚刚的函数叫 indirect，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稍微记一下了哈 ，in 这个 direct 啊 ，indirect， 然后呢，前括弧。再来的话呢，给上面的这个名称，所以点这个性别名称过来，他会帮你把那个表格带到这边来。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了没有问题，你按确定，应该向下填满应该就 OK。不过因为会有向下跟向右填满的需求，所以请特别注意哦，这边可能要记得要把某一个、因为我等一下向右拉的时候 ，B 一定要变 C。有没有？但是你向下拉的时候呢，它栏位名称一律在第一列，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哦，必须要加一个锁哪里呢？因为我的栏位一定是在第一列了，所以栏位名称一定在第一列，所以记得把一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这样就 OK 了。那记得哦，你不要把 B 前面也加个钱的符号，那就不对了，因为它永远都抓那个性别去比较啊，不对啊，因为还有年龄教育，那记得哦，这个不能加哦。所以哪边加钱哪边不加钱，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把这个公式所以这样应该就 OK 了。如果你把这个公式做完那待会向右向下一次就完成了，哇，那效率那快很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会公式跟不会公式结果应该十万八千里。好，那做完就按确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试试看，我把下面这边先删掉了然后留下只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做的把它向右拉一下，然后再向下的话就快点两下，这样你会发现哇，它真的蛮方便的，一下子就全部查完了。OK， 那至于说像这个栏宽不足你可以怎么样？再把你需要调整栏宽的范围选起来，比如这几栏好了，你再选这几栏之后在这几栏的任何一条栏这个的线调整线上面快点两下，它就自动调整。对吧，再选这几栏好了，然后快点两，这个时候手不要抖快点两下，它就自动，那所谓的自动调整就是说它会调整到最适合的宽度啦。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基本上就完成哈、哦、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说明了。所以我要把上个礼拜的公式哦再输入过一遍，大概就这样了。那当然你说老师你这个会跟不会有什么差别？反正就是效率差别而已啦。所以哦，像我看到很多业界有人这样发现说不会查哦，那就麻烦了。像这些东西怎么很多人就用取代的、欸，取代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有没有把它用取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 ，A 万变男生嘛，大家都会取。可是问题，你如果用取代的话，那你要取代多少次？我光看到我都觉得累了。那可不可以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只是没效率而已。OK 哈、哦，所以呢，理论上 Excel 有提供更便利的功能哦，那恐怕你们还是要多。所以哦，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哦这个公式哦，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做完，你就先到这里。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它更加快。那所谓更加快，是希望我能够哈、哦，把它在旁边呢加两个按钮，一个是清除，是吧？就只要清，然后一个是直接按下去，让它又恢复成我要。比如说我今天又做了新的问卷了，那如果我今天希望马上可以看到结果的话，那这个地方哈、哦，怎么样可以？不需要重做，而是需要做两个按钮、哦、就可以把之前的问卷呢，比如假设啊，你可能每一个礼拜都要做一次问卷，那当然呢，如果假设是重复性的事情的话，你有必要呢就可以把它变成聚集。那所以哦，待会我们再来看哦，如何把聚集录下来，然后并且哈、哦，可以做两个按钮，可以让我完成快速的执行这个结果的。这个目的哈、哦，好，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档案先开起来了，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录制聚集。啊，这个录制聚集跟上学期哈、哦，其实也是一样啊，反正就是说，录制聚集的步骤一定是你先彩排一下，然后再把动作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呢，确定没问题，就把它变成一个按钮，好、哦，并且在最后加上注解，那这个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哈，所以这个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哈。